章节八十二，分裂。当苍穹破裂的时候，当众星飘堕的时候，当海洋混合的时候，当坟墓被揭开的时候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前前后后所做的一切事情。人啊，什么东西引诱你背离了你的仁慈的主呢？他曾创造了你，然后使你健全，然后使你匀称。他意欲什么形式，就依什么形式而构造你。绝不然，但你们否认报应。你们的上面却有许多监视者。他们是尊贵的，是记录的。他们知道你们的一切行为。善人们必在恩泽中，恶人们必在烈火中。他们将在报应日堕入烈火，他们绝不得离开他。你怎能知道报应日是什么？你怎能知道报应日是什么？在那日，任何人对任何人不能有什么裨益。在那日，命令全归安拉。